欢迎收看芒果 TV 芒果捞新闻的湖南卫视华人春晚的接机特别报道。大家好，我是策策。那我现在呢是在黄花机场，现在是下午的4:45。这一次呢，马上要和大家见面的思美人剧组的主创们都会齐聚在湖南卫视的华人春晚。所以呢，我们在机场马上要迎接到这一位就是乔振宇，他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他。Hello， 宇哥，可以给我们芒果 TV 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Hello， 芒果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然后这一次来参加这个华人春晚，好像是思美人剧组一起亮相，所以你们会一起带来表演，应该是吧？嗯。然后就是那个，这次是今年是第一次，就是一家四口一起过年，心情怎么样？特别开心。然后那个，如果爸爸去哪儿邀请您，您会参加吗？这个。到时候再说吧。那最后给我们全球的这个华侨华人同胞送个新春祝福，好不好？祝所有的华人新年快乐，2017顺顺利利，工作开心。嗯，谢谢，祝你新年快乐。现在呢，乔振宇也已经离开了黄花机场，去到了湖南卫视华人春晚的彩排现场。可以看得出呢，他今天还精心打扮了一番。所以这一次呢，现在这个思美人剧组的主创们都已经齐聚在长沙了。他们到底会在华人春晚上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1月30号，大年初三晚8点，就一定要锁定湖南卫视的华人春晚。网上看华人春晚，只在芒果 TV。